大家好，我是新红。我们刚刚吃完早餐，然后呢，我们准备去退房。我在对面又订了一间房，那个是标准间。昨天晚上在这睡的，反正还行，主要是我们累，然后准备换一个大点的，实在是太憋屈了。我现在先把房退了之后，再跟大家说接下来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啊？走吧。房卡摘下，压了100块钱呢。行，暂时走哈。那个包子中午饿了你就吃吧啊。然后我给你妈下馆子。行李我们先放酒店了，因为现在时间太早，办理不了入住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坐那个索道，然后去太阳岛溜达溜达，走吧。对，坐缆车，他就一直惦记那个缆车。我们俩这次出来是随着孩子来，他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他玩什么，走吧。早上起来水肿特别严重，我去买一杯美式。我上肯德基买了杯冰美式，他俩来蜜雪冰城买果汁儿。往哪边去啊？前面。我们住这个地方离中央大街也比较近，离我们去坐索道那个地方都很近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是不是肯德基的那个价格是根据城市而定的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延吉的是一个价格，在这儿一个价格。我们在那边吃甜筒的话是6块多，记得这块是8.5块。嗯。是大小不一样吗？反正我是没点啊。然后我这个咖啡还是有券，花9块钱、嗯。你的呢？这个便宜。啊，你那便宜。这才7块钱。这个是现磨的，然后我总感觉我自己是有点水肿，我试着眼睛跟脸就是不舒服，所以就喝它降降消消水肿。如果明天早上大家看我的视频，我还是那样式的，比较胖，比较肿，妥了，就是胖了啊。你就是胖了。哎，咱们坐索道过去，然后坐船回来，船票才2块钱。行行，然后这样不都感受到了吗？我们去北京的时候，跟我爸我妈我们就坐到这个了，然后带着萌萌跟俏俏去的时候，就是那种像那个叫走轨道的那个，对对对，没感觉。上长城的时候没坐着，上这感受一下吧。他来这也是最期待的就是这个索道。小妹，帮我拿一下呗，我把那个放大了给你们看看远景。嗯，咱们先坐船呢，还是先去坐索道？先坐索道，先坐船。我有一次看那么高，我都害怕了。你坐海？我的妈呀，海盗船你都不怕？而且你来，你可奔着那个来的呀。昨天晚上登机一宿了，怂了，怂了，真怂了。这个是全景游览35元，然后上那个观光船，多长时间？10分钟。来这边溜达拍照的人特别多。风景很美啊，看完之后感觉心情都舒畅了。那去太阳岛坐船在这买票吧。买了3张票，都是单程的，萌萌20，我俩40吧。我感觉晚上来坐好看，而且还能在里边吃东西，是吧？那咱们时间太紧了，咱还有下一个活动呢。就是的，毕竟晚上再来坐，多大瘾头！哇，他回来了，那边好看。回来的好快呀，出发的慢，因为得上车嘛。认怂了？那都太紧张了。我也紧张了，心直突突，没见过大世面呢，这是。对。害怕吗？没事。没事。还有个小朋友陪你呢。你害怕吗？都是小朋友。你害怕吗？没怕。真勇敢。有了秃头了啊，完犊子，来快点吧，来了，哦哦哦，哇，哈哈哈哈，喘气儿，太好凉快，嗯，怕吗？它有点晃呀，它要加速嘛，它一会儿走到江顶上更得晃。小学啥呀？你坐。有点秃头，多少还有点，那都害怕就到地方了。你穿看吧，欣赏欣赏。你俩坐。行。哎呀，这底下有风呢，凉快。嗨，没人。你害怕吗？他不带怕的。你这是什么过山车，啥都敢磕的，你怕这玩意儿？
还是森林的星空走势。这里边有点闷哈，就是刚开始往上冲的那一阵儿，速度快有点害怕，现在就比较稳了。我还是喜欢快一点，比较刺激点的，这样我就觉得没意思了，没有挑战性。有意思吗，姑娘？行，就是特别期待了。上来之后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失没失望？那就行。哎，又到这个，就叫啥了？这个地方啥地方了？我要连接处了，这个地方就非常的晃啊！哎呦我去！这一下挺吓人的，到站喽！哦，哎，一进来就凉快了，特别没劲儿。玩了小半天，我们现在决定返程。回去的路程我们不选择坐那个索道了，去感受一下船。三张票6块钱。4点开船。哎，上课已满。上面满了，坐底下吧。坐了个雅座。坐不坐？不扎乎。跟坐公交差不多。只不过它在水上啊，水上公交这就是。坐索道好还是坐船好？索道。下船啦！小曼，咱们就是晚了，你看坐上了多爽。美好的一天结束，回到了我们新订的酒店，标准间儿。